你又在熬夜了。你这次熬夜是为了什么？是因为感情吗？还是因为生活的苦恼，又或者是工作上的压力？这些都不重要。你知道什么时候你会赢吗？难道只是往前奔跑吗？黑夜当中，你知道什么时候天亮吗？你都不知道。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，跑着跑着天就亮了。祝愿每位朋友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全力以赴。